关于导演张艺谋蜜婚生子的传闻铺天盖地，不过大伙还未完全消化完张导变成七个葫芦娃他爹的重口味消息，网上又爆出猛料，称张艺谋的昔日恋人巩俐将以女主角的身份加盟张导的新片《陆犯焉识》。值得玩味的是，若巩俐的加盟属实，那么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宣告了张艺谋和张伟平的决裂。正是因为在拍摄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期间，张伟平曾因巩俐连续缺席宣传活动，使其缺乏职业道德，并放言不再与巩俐合作。此番张艺谋再度牵手巩俐，无疑是对张伟平的否定。不过更让小编担心的是，明导难断家务事，这新欢还未摆平，旧爱又强势来袭，张导还能安心拍戏吗？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他是复仇中那个卖得了萌耍得了心机，集聪明机智和帅气于一身的 Nolan。 他是从名模到明星的 Gabriel 们， Gabriel 优酷独家粉丝会不见不散。